哎呀，这边的价格是很便宜的呀。嗯，挺好，我觉得这个物价都很低。有一些酒啊是跟牛奶兑在一起的，我他们不知道怎么喝的，在这边。您看他这个酒吗？是兑着牛奶的。然后这东西你看看，这我是不太敢喝，我不知道是这些人怎么喝进去的。这超市不太大，中国一般是两层，它只有一层。啊，家乐福。哎呀，我先不录了，因为我拿着这个太麻烦了。